是什么大发现？这条珍珠项链是不是很特别？珍珠不都是圆圆的、白白的吗？为什么有的人会特别聪明呢？你是头大的人比较聪明，聪明不聪明和头脑的体积没有关系。不不不不，我觉得绝对有关系。别吵别吵，找到专家就行了。你好奇的是3 Astro 小太阳，星期日下午6:30，或另外两个时段任你选。